很多人咧就問我有啲咩修身嘅 tips 嘅，其實有好多好簡單嘅，只要喺屋企，甚至乎喺張牀嗰度咧，你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咁今日咧就分享四樣嘢，第一樣嘢就係修腹，第二就係修腰，第三就係修 pat pat， 最後就係修拜拜肉。首先就想同大家分享修腹呢一個動作啦。首先瞓喺度，兩隻腳遞起，下背咧我哋就貼住個地板，個下巴就貼住個心口，就做卷腹嘅動作。第二個分享就是教大家怎樣收腰了，很簡單，我們只要坐在那裡，隻腳微微屈曲，上身輕輕後傾，然後伸直隻手，雙手合十，左邊去右邊去，隻手碰到地下，你就會 feel 到你的兩邊側腹它是很有感覺的了。第三個動作就是收 pat pat 的動作了，首先我們平躺在這裡，雙腳屈曲，然後兩隻手就按住地下，我們呢個 pat pat 咧就向上推，推到最盡為止。記住個頭同埋膊頭咧要貼住個地下嘅。而最後呢個動作咧就係大家好關心嘅拜拜肉啦。好簡單，佢咧只要喺床邊啦，或者係呢個凳嘅邊咧都可以做得到嘅。首先咧就係將兩隻手臂咧係撐住喺呢個床邊或者凳邊啦，然之後咧個人咧就好似模型凳咁樣坐咗喺度。我哋就用手臂嘅力咧係將支撐住身體上落上落咁樣推。